会不会又喊了？咩事？喊唔到咩？诶？咩事啊？哦、oh, ，game over，game over， 太窒啦！我哋太窒啦！等再见，即你再见。哇哇，是酒嘞，是酒嘞，酒嘞，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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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嘞，我崩溃了，给我发，给我发大声。保险。小月点样行？好似行嚟行去都会死咁，好力啊！咪住先，其实咁样去追上你嘅，我哋应该去边？系咪点着个蜡烛？点着呢个？阿哥，我都系唔喐啦，等小月行啦，你窒。嚟喎，我想吐槽啦！呢个 CG 真系好令人不安。笑笑笑死！来来来来，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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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蜡烛。好嘞，さっちゃん。来了。迎えに来てくれた。悠悠加油！悠悠加油！为咗唔好再望到咁靓嘅狮子，我哋要闪避佢嘅攻击。咁啦，佢停咗喺度，消火都哇！哇！小月加油啊！根本走神运。哦哦，我哋。好我再望咁个狮子，幅狮子，幅狮子太靓，太靓啦幅狮子。哇，好正啊！我谂住只眼乜嘢都睇到，太靓啦幅狮子，唔好睇，太靓，太美，太美丽。呢、这个关都好窒难玩，我哋窒嚟窒去，仲要佢仲要佢可以稳住前面。你会唔会咩事？系有怪兽喺你后边，喺你后边，你冇喺你后边，你冇喺你后边，咁有嘢。小月我恐怖，小月好淡定咯，我觉得。
其实究竟是他说烧不到，是不是 要去这个炉子？撒娇好烦啊，烦啊，没人的袭击。未来的袭击，依赖的你，依赖的。没有啊，烧咗佢，走啊！Oh my god！ 唔好睇嗰幅美丽嘅狮子，我哋向第二个目标先。哦，佢咪喺个蜡烛度，去蜡烛嗰度睇。得唔到？够啦，好烦啦，个狮子好烦。究竟系点样啊？实在太攻略，好烦啦，个狮子太靓啦，唔想睇啦，太靓，太靓，第三次，第三次睇呢幅狮子，太靓。究竟是去哪里？好亂，路途近都不得。就是不是一开始就要去按那个蜡烛？多謝你。果断要查攻略，果断，不影。其实究竟是怎样？真的要查？还是看别人，看其他十方主那些呢？看他们怎样玩？你就想，既然这么简单的话，那整个游戏用火烧不如啦。如果可以的话，仲有唔系怪兽咯，好吗？我重点睇到，有 SP 咯，有。事实上嘅 SP 用系冇做咩用。好少用到，点样啊？依家去边？作死，作死！我觉得其实啱啱系咪仲未揿到嗰个掣就俾捉咗，所以就咁样，好似系令到呢个地方光翻我嗰只嗰个幽灵就会消失咗。掉了，狮子，美丽的狮子。我全程在这里恋你。噔噔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出来了，出来了，这一块。唔使任何嘢，只需要一个精灵球就可以收服佢。走啊，小猪！好啊，使出精灵球。唔系用火柴唔得嘅咩？火柴太细。走、啊。
手法给我看。嗯？何必呢？因为太累了，做起手才心急，太难玩了吧？第一仗究竟要去边？唔明，太叻啦，因为要去边啊？有冇人知道要去边？有冇人知道点样开题？我想再睇福士子，太靓，福士子太靓，够咩啦？我想再望到福士子。哭了。哭了，哭哭哭哭，可怜的直美死了三四次，我的可怜的直美，究竟要去哪里？好混乱，既然火柴点不到，那其实要去哪里？我贪爹啊，作死啊，作死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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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乱讲，老娘不管你，小冲，冲过去啊，小月，其实究竟是怎样？他是不是要你行过笔记度？但是笔记又冇用，冇人有麦咯，但你哋有麦，有麦嗰啲人吓。小月，我理解，冲啊！直美的生命喺你手，唔系喺你手上，即系一定要触发喺度，一定要触发咗佢。Oh my god！ 冲啊！要行去呢度，系咪因为控机系咁样？阿月先，小月系要去边度？系咪要去个柜度？我喐下不如等一下，去攞酒精。OK， 福士子我嚟，搵人嚟啊！我要烧咗福士子佢。酒精系咪左边个柜？左边的柜，咦，等我来试一下，又是咁，可怜的直美死了第五次，右上角的柜，哦，白色的，右边那里封住了，已经有攻略了，要去白色的柜，但右边条路封住了。我嚟试下先，我只是嚟作死。过嚟，唔好再哈哈声啦，小朋友，乖啦，瞓觉，夜晚啦，瞓觉啦，头发唔好出现啦，洗下头未？去剪下头发啦。用原子笔写太欧啦，要啲自动笔啦。又嚟啦，黑衣人啊，传说中嘅黑衣人，传说中嘅黑衣人，柯南里面嘅，演少少小宇宙，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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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哦，又嚟 ！Oh my god！ 哦，你行咗死路，我死咗。阿先，呢条路啊，条路点样行咧？唔好急住，嗰条路呢度
咁样三字形有三个窿，如果行咗入去之后出翻嚟嘅话就入唔翻去，不如入到去就要即刻把时间走入去。我唔想再望出幅 CG 啦，太靓啦！点样行？即系记得呢度三咁样有个陷阱之后，呢度打环有个陷阱，所以由右边行系唔得，或者唔好触发右边先，由左边行入去，跟住再由右边出翻去。咦？系咪得唔得？即系 O 系行得。O 是不是行得的 ,X 是陷阱。我说小月，我说小月，我说你。我不回应。按错了。直尾好惨，直尾好惨。剪头发啦，唔该，部门出面啲头发。啲头发唔该剪咗佢啦。其实点解唔可以攞把胶纸剪咗？杰拉，傻，又系柯南嘅黑衣人，黑衣呀，化妆咩事啊？唔知咯，肯定系你做嘅。冲啊，小月！何よこの髪の毛！成功！Oh my god！S 按错咗，小心啊！卡住咗，攞走佢，冲啊！卡住咗，冲啊冲啊冲啊！哎呦！终于，终于，终于啊，终于啊，终于直尾唔使死啦！直尾好开心。嗯？杀了你，好经典嘅，好经典嘅句子。啊！吐血。打咗佢，细子啊！阿咪，どうし、聖子、ごめん、戻しちゃった。謝ることないじゃん。究竟细子之子发生咩事？吐血喎！吐血喎！吐血喎！血嚟个，确认。ゆかちゃんいた？我刚才不是，我刚才死咗。嗯，やっぱり根本就嘴杂。この学校には私たち二人しか生きてる人いないみたい。静かすぎるもの。ナオミはもうベッドで休んでなくて、休んでたら急にね。マジ？大丈夫だった？なんとか。完全不大脑壳，もう近寄らない方がいいわ。你讲唔接近，偏要接近。じゃあ、そろそろ行こっか。立てる？
も、行くってどこに？我哋应该揾个地方住个档。大体みんな死んでた。あ、やばい。もう無理だよきっと。また子供みたいにな。ナオミ、元気出して。なんありえないじゃん。死ぬなんて私たち。明日は朝一でカトの予約入れてるし。午後からほら一緒に自転車直しに行くの。ついてきてくれるんでしょ。帰れたらね。へい、ガンガン。待っても仕方ないじゃん。止めなきゃ。心。ナオミ疲れちゃった。らしくないよなんか。もっとあげて。そしたらねえ、何？ん？ん？なんかずっと笑ってる。そうかな。このまま本当に出られなかったらどうするの？真剣に考えてる？なんとかなるよじゃなくてさ、恐ろしい目に遭った。心が聖子を元気づけようと思ってた私が気づいたら傷つけてた。老高流。悲しくて子供が我慢しきれずに席を切ったようにひどい言葉を叩きつける、それと似ていた気がする。家族だってきっといつまでも心配してずっと探したりしてすごい迷惑かけるし。それは違うよ。何が？あ、なるほど。迷惑っていうのは絶対違うよ。いなくなった人が大事だから。何か苦労でも何でもしてあげたいから、したいからするんだよ。私のバカ。聖子のお母さん数年前に失踪しているのを知ってた。残された人ってそう考えるものじゃないかな。あんたのところはどうか知らないけど、普通はそんなおめでたい考え方できないよ。ナオミ、ごめん。手分けしない？別々に手がかり探した方が効率いいかもしれないし。え、你怎么样？暗色。对啊，更加容易射。那言い方ってある？咦，发觉咗直美身上面好似有啲血，真系血，真系吐血，真系吐血。道歉啦。それなのにナオミにそんな言い方されたら。道歉。咁样有一个人正正白。咁即系点啊？咁边啊？咁边个？哒哒哒，哒哒哒，哒。依家咁抱歉啦，系咪？求小月之人，唔系求小月大神提供。因为我知道。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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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吉飞飞鱼这色呀就来飞。OK。
家嗰啲音咁下边，我会影响咗，影响咗，好似好感动咁样，会扣咁。明明喺道歉，明明喺道歉，但系咁讲，所以应该系咁抱歉系咪？如果呢度揿错咗就惨啦，仲未储档，点样呢？小月喺咩度？啊，翻嚟，抱歉，咁抱歉。师傅，我咩 ？OK。私こそごめん。ナオミがそうしたいのなら、私行くね。うん。何？もうは、さゆじも、さゆじも。咁边个多？咁边个多得 ？OK。こうして。跟住我就知道发生咩事。この異空間。冇睇到嘅人应该唔会唔知。唔系应该冇睇到嘅人系唔知会发生咩事。同じ次元に存在することなんて簡単に喧嘩別れをしてしまった。分手了，分手了。了解。些細な私の意地っ張りが大きな後悔を招くことになるのはその後すぐのことだった。可以。可以，可以，打打，第二集。打打个，我哋而家操控第二集。吓，咁再有人叫佢？是否是否暂时如果咁快系点噶？だな。ナオミとあんな風に。如果咁快系咪会惊佢？一人になるとだんだん。さっきの恐怖が蘇って何かに頭を支配されたように理性を失った私は聖子を探して校舎の中を走り回った。何度も何度も名前を呼びながら気がつくと私は校舎の3階にいた。 OK、 じゃあ你失去了这个刚刚失去了理智了。我知道打就会发生咩事，嘿嘿。打，打打打打打，下一个 ，A 个，いるの？大丈夫ですか？好啦，我哋不如唔，我哋行到去嗰先。哇！聖子，そっち。阿斌又唱得唔得？都系唔得。聖子，哈哈。接受现实，速度固定，呢度有啲嘢，受受了，好似有人，啱啱明明已经睇到，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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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叭叭叭叭叭叭，好恐惧啊，好恐惧！别动！唔好讲废话啦，即刻去教细子。如果近我吓，阿少，如果近我，梗系攞把戒指剪咗佢啦。得，呢种究竟系咩宝法？作死啦！哇，冲得好快！咦，点解行得咁快嘅？系咪设定咗啲嘢啱啱？加速。哦，太唔小心啦。哦，细子不要。这个丫的，这个不要。太崩溃了。直美，你估下。平安，我记得你冇开，你冇开。太迟了。再走，丹丹，是，啊，我哋玩到第一 part 先，第二 part 我哋下次先玩，好攰啊！我哋而家翻呢个实况，咁我哋下次会实况翻第二嘅。咁各位期待下啦，好啦，各位拜拜啦。